大家好，我是白梅，一人两狗自驾西藏，在这个海拔5130米的东拿山待了有4天。前两天这个高反不太适应，后两天啊已经完全适应了，但是在这边已经待了4天了，也要继续出发了。东西已经收拾完毕，狗子们该上车了，来过来，这是垃圾，别也不管，我们把自己垃圾都整理好就行了。好了，上，过来，上，上，上，快上，小，上，上，后面东西越多了，狗子们都没地方带。大王要边上一点，让小王往边上挪一点，别让你下来，往边上一点啊。好，现在是10:30。哎，这边海拔5100，用了1.5罐的氧气，我估计我到其他地方应该用不了氧气了。走了，好，再见。我们前面一站就是这个左贡县。有很多朋友说，我现在的视频里面没有风景。我的天哪，现在这镜头里面这不是风景吗？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。我就很奇怪，318主要就是看318路上的风景，这蓝天白云大山啊，还不值得一看吗？不够漂亮吗？西藏走动。左贡，欢迎你！到巴蜀还有200公里，邦达106。到左贡县城了，有很多朋友问我这边物价怎么样，我还没这边吃过饭呢，我们来吃一下饭，我来看一下。你这个有没有那个什锦砂锅？就是砂锅里边光菜。什么砂锅？就是里边光有菜，不要这个米线啊什么的。不要肉。肉要，就是不要那个米线面这。这份多少钱？就是那个。你光要菜了吗？对，光要菜，里边光要菜吗？哎，对。那就煮个杂锅菜就行了。行，那一份多少钱？40块吧。多少？42。42。对，42。42。对，40。
40块，不是42块。嗯，那砂锅米线里面光加菜就42吗？不是不是，砂锅里米线嘛，不是米线嘛，你要的是菜嘛。啊对。啊，肉火菜嘛，是吧？反正还是素菜，光要素菜。您给我来份砂锅米线吧，好吧，可以吧？啊，那个我也没看懂，我们那个是里边是他把里边米线换成菜就可以了。关键在我这也可以吧，你说每道菜也。关键那个价格42，我看有点够了。啊，行，那你给我做个米线吧，整一份米线吃一下，这一份是20。嗯，味道挺香的，尝一下。嗯，里面还有肉。辣椒够不够？够了，够了。我没有放辣椒，只是那个酱里面的。嗯、好的。我不敢放辣椒，一般。嗯，香。嗯，哎，老板，哎，你这里边放的肉是什么肉啊？这是猪肉嘛，猪肉啊，肉丝嘛。嗯，就是我们把它用油嘛，用油炸干嘛。腌了一下。哦，不腌了，炸干了。直接炸干，用那个酱。哦。不是，香辣酱嘛。嗯。香辣酱放上炸干。对。有些人他说肉不新鲜。我吃的干干的，干干的有嚼劲儿。它才一个摆着做一个香嘛。哎，对，炸一下是有嚼劲儿。有些老人他来，他就认为是，啊，不新鲜了，这个肉不好了。我们这个，我们新鲜不新鲜能尝得出来啊？干干的炸了，那个等一下就炸了。对。你们那边牦牛现在牦牛肉现在你知道什么价吗？牦牛肉我倒不知道，我们不买。你们也不买？牦牛肉挺贵的。挺贵的。挺贵。一斤都要60几斤。好像。哎呀，我去！热死了，好家伙！因为我在那个米线里边吃的那个肉，知道吧，有点嚼劲儿，我就想问一下老板，看是不是加了牦牛肉。老板以为说有人说他那个肉不新鲜，老板用油炸了一下啊，挺有嚼劲儿。然后我就问了一下，然后老板说他那是用油炸了的。牦牛肉我问他什么价格，他说他没买过，嗯，不知道。现在12点了，热死了。本来说买个锅呢，到那个五金店去买了一下，人家这边没有那个浅的那个平底锅，没办法了。刚好我还有点菜，我辣椒，还有这娃娃菜都没吃。本来说今天在这买点肉，买点啥的，肉也没找到，就先不买了吧，热的不行。烦人，直接走吧，到前面再说。把这些菜吃完了再说。消费高不高，你们自己品。哎呀，我还给老板说，让老板换成那个十斤砂锅嘞。那个十斤砂锅，老板说42，他要给里边加肉。哎，我想了想，算了，还吃份米线吧，吃饱就行了，也不讲究那个，不过味道还真行。几个守规矩的，我前面3辆车跟着他们跑了有30公里了，没有一个超车的，不管前面有没有车，哎，这个就挺好的，大家组队一起跑，这样挺好的，哎，都不急不缓的。我现在往那个72拐那个堵车的那个地方走，到那个口上可以拐到214、215，直接走317，也可以到成都那边过去。我看那边堵车严重不？堵车严重的话，我就走成都，走成都能多200公里路吧。
热村。前面应该就是堵着了。我看一下方位。哦吼，到了，72拐口上。我们到哪里是吧？到拉萨。到拉萨再排队，下午5点通行。5点通行，好嘞，好，谢谢。这边一直有人在维持秩序，到5点钟。哎呦，我找个地方扎营吧。这边风景特别的不错。前边堵成这个样子了哟，还早呢，现在才3点不到。看着白云，这边有一个那个自驾营地中心，哎呦，可以停在这里边的，但是这里边还没看清。看着天，那个棉花糖似的，在这里扎营不错。我已经掉头了，我找个地方扎营，看看，已经堵到这儿了。这边也是啊，因为堵了在这停的。我看他们的牌照都是全国各地的。老白把车停在这边了。这边这个有个邦达加油站啊，前边这个地方就是入口。刚才在为了一下那个人家维持秩序的，早上啊9点会封控到下午6点，所以说今天下午就不用看了，堵这么多车。我就不走了，这边刚好一个空场地。我早上走吧，因为我根据我扎营在东达山那个情况来看，东达山那个地方，一路上那个过来的车，还有我就是今天开过来这个路上车很少，那就是说到早上车就会很少了。我早上5点钟出发，到9点钟应该是能跑出去的。哎，那行啊，那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。感谢大家。